你又学多了一样，跟人家打架，像你这种口什么，我见得多了，没有一个肯勤力做事的。奴隶做事不成，做人要安分，安分，快点回来。知道，还有货要送，去，还在送货啊？嘿嘿，真没出息。哎，什么人？ 士多店送货的，你肯跟我做事吗？就快出炉了，我不干了。后生。